家好，我们是来自果林国小的小朋友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旧衣环保。近年来，有许多旧衣回收厂纷纷倒闭，让旧衣不知道要拿去哪，造成环境污染之类的。所以我们要尽一份心力，所以我们做了旧衣环保袋。它可以负重很重的重量，因为我们只有一瓶漱口水，所以我们就先装一瓶试试看。我们想跟大家说，不要太常买衣服，不然会对地球的负担很大。以上就是我们的旧衣环保的报告，谢谢大家。